阿姨们，祝你们天天都开心，然后没有烦恼。大家好，我叫没烦恼。然后那个，对吧？点不上去了，我只有下一把再破了。最加后，油，好好的，好不好？加油，给几加个油，大我拇们指。打一波加油，我们打一波加油，我们今天打波必加油。须加点油吧。对。都不想给你加油。没有，他们都会给我加油的，因为他们都是我的娘家人，知道吗？娘家人都来了，现在，对，一起努力走出大山，对，一起努力吧，一起努力吧，一起加油吧，好了好了，加油，好了加油。好的，谢谢。我等一下我就不在你们这吃饭，我就走了。你要去哪里？我回去啊。你回去吗？我等中午有点事儿。你在我们吃了饭再走吧。我现在差不多走，我到那边到回去刚好中午，我回去有点事儿。那你都没吃东西，你来了你坐都没坐一下你就。我车里面有吃的，没事儿。那多不好呀，浩哥。没事儿，不打嘎，不打嘎。好吧。等下你回那个，等下小姨欺负你，记得反抗啊。没有，我中午有事儿，家人们，我中午有事儿，所以说为啥来这么早？我因为我下午有点事情，有点事情要去弄啊，所以就没时间的啊。知道吧？好的。对，没给新月点关注，点关注啊！你自己喊啊，我就先走了。我先走了，家人们，我先走了啊！哎，胡子没刮今天。我先走了，然后新月给大家聊会儿天啊，知道吧？拜拜拜拜啊。那我要不要送你一下？不用不用。送你一下。哎呀，不用送。不用。好，我走了，拜拜。那你慢走。拜拜。哎呀，好黑呀！抱一下，他已经走了。浩哥，浩哥，这么快呀？你走的？咦，他怎么跑得比兔子还快？送一下，送一下，他人都不见了，哎，怎么一下子就没人了？浩哥，走的比兔子，可能他真的有点事吧，真的有点事吧，走了。没事，我不希望就是浩哥因为我的事情而耽误了他的工作，也不好，对吧？你们说是吧？就天天因为我家里这杂七杂八的事情而耽误他的工作，我觉得特别的不好，又去，怎么可能？可能有急事，对，可能有急事。没有急事的话，他没有那个。因为我刚刚看到他接了电话，然后他说要赶着回去处理一点事情，所以说咱们也理解，对吧？也没有必要就那个，咱们可以聊会儿天啊。没给新月点关注的，咱们给新月点个关注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。我现在在房子后面，咱们聊聊天。我在这边来吧，在这边来吧。在房子后面咱们可以聊聊天。卡了吗？现在呢？现在没有卡吧？现在没有卡吧？咱们可以聊聊天，说说悄悄话，因为浩哥走了，只有我一个人了。你们就像我自己的亲人一样，就像我的娘家人一样，我觉得我们有什么话都可以说。可能新月就是有些时候不善于表达，但是我说的话也是自己内心深处的话吧，哎呀，在这里网卡不卡呀？自己做主。这边光线，一点。出去打工吧，好，我知道了，我会那个的，我会到时候我看一下吧，就是我给奶奶商量一下吧，因为我从来没有跟她说过我要出去或者是怎么样，我听一下老人家的想法吧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，我奶奶她每天都要吃药，然后她有这里她心脏不好，你说要是没有一个人在家里的话，确实不放心，他又不识字儿，他80多岁的人了，他又不识字儿，一个字儿不识，然后他也不会说，手机都不会用，他只会接电话，但是他不会打电话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我出去的话，
我就走了，我就不可能说我直接把他一个人放在家里我就走了。哎呀，放到这是这样子的。那我不陪他的话，那他一个人在家里，那你们说怎么能放心的下吗？其实我不是没有想过，我也有想过。我们家亲戚关系确实太复杂了，所以说为什么那个，其实我心里也是知道的。我觉得浩哥他这么好，其实我觉得我根本就是配不上他吧。我们这种家庭这关系这么乱，这种是没有人愿意来接受我们这种家庭的，觉得是没有人来愿意来接受，就是会接受我们这种家庭的。我觉得就是其实我根本配不上浩哥吧。我不想，哎，虽然说浩哥没有那样的想法，但是是我个人的想法。因为我们家庭关系太复杂了，然后特别的累吧，可能过着特别的累吧。没有人给生活费，就是可能爸爸妈妈有时候会寄一点回来吧，但是很少，因为他们还要照顾我弟弟，弟弟还在读书。你们都说我太，是不是太软弱了呀？心愿是不是太软弱了呀？都说浩哥经常跟我说我被别人欺负了，都不知道反击，都不知道还手。其实我之前我是觉得吧，我们都是亲人，就是没有必要那个，而且就是从小都是这样子逆来顺受习惯了，所以说是有一点，所以说就是可能个性有一点那个吧。因为就是我们这个生活的环境，但是我知道我会改变的。我不会太那个，因为他们做的有些事情太过分了，我觉得就没有必要的一味去忍受吧，没有必要一味的去忍受吧。我也是一个成年人，我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。我就感觉他们就不指望，就是不指望我过得好一样，就是我们生活稍微好一点点，感觉就有很多的事情会发生。那我稍微凶一点，你们会不会觉得我太凶了呀？你们会不会觉得我太凶了呀？没有给新月点关注的，咱们给新月点个关注，谢谢大家。不会，你们都支持我嘛？那如果我稍微，我凶一点，他们如果凶我的话，我也凶他们。就是如果凶奶奶的话，欺负奶奶的话，我也凶他们。你们会不会觉得我太凶了？好的，雨禾姐姐，好的。对，以牙还牙。对，我觉得吧，就是别人怎么对你的，你就怎么对待他，对吧？如果他对我好，我肯定会加倍的去对他好。但是如果他一直一味的欺负我，或者是欺负我在乎的人，我肯定也不会一味的容忍。
你们都支持我吗？嗯，支持支持，好的好的。太软弱无能了啊！好，那我走了，我回去了，我回去了。我听到你们给我说的了，都大家既然都支持我，那我没必要躲在房子后面直播了，你们说是吧？哎呀，支持支持。那我现在我要不要过去？你们说我要不要过去？嗯，没有没有，嗯，回去吧，不怕。嗯，没有没有，其实我不怕他，我不怕他，我只是怎么说呢？我那个我忍让他，并不是怕他，因为谁怕谁嘛，我也不怕，我不怕他。如果他做得太过分的话，做得太过分，那我肯定也不会，就是说一直忍让着他。嗯，支持你，好的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那我要去做饭了。尊重他，对，我不是说怕他，我这个叫尊重他，因为他是我的长辈嘛，再怎么都是我的长辈，并不是说怕他。嗯，看一下我信息。哦好好好。嗯，没给新月点关注的，咱们给新月点个关注。好的，我会保存好的啊。嗯，那我就下了。我看一下浩哥他给我发的信息啊，我看一下浩哥发给我发的信息。我先关播了啊。嗯，好，我先关播了。谢谢你们的支持，感谢你们的支持。嗯，好好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那我就先关播了，我看一下浩哥给我发了什么信息啊，给我发了什么信息。嗯，好好好，拜拜拜拜拜拜。嗯，拜拜拜拜。